这里是 Brookside Gardens，马上就要闭园了，再抓紧最后几分钟，我们多看两眼。现在是7月中旬，刚刚下完雨，这里潮湿闷热。这个地方属于 Zone 7，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北边，大概1小时车程的位置。我现在站在它其中的一个花园的中轴线上，有点偏，是我偏了还是前面那个小水潭偏了？Anyway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对称式设计。我们看看它的左右，那边有一棵很漂亮的 Weeping Tree。像这种有一定树龄以后，它的下垂的枝条一层一层的结构。给人觉得像瀑布那种感觉。我们走下去，看看更多的景象。这里有台阶，像我这个一边拍照一边往前走要小心。怎么样，这个景色？我也希望时间就在此凝固。取景到底引导我们去什么地方呢？这就是在花园设计中的一个巧妙的地方。给你指一条路，让你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去探索。这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，但又可以听到小燕子。叽叽喳喳，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放松下来的地方。但是这些小花小草又让我们兴奋不已。这种意境只能意会，或者是你亲身来体会，不能言传。我们就是从那个小凉亭走下来的。花园里的水是最神奇的。暮色已浓，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，谢谢收看。